重机是最浪漫的交通工具。如果我中了张无敌机票的话，我肯定马上动身飞去 LA 挑战纵贯美国的阿拉斯加重机之旅。我还可以再飞去北京挑战横跨欧亚大陆超过10000多公里。北京到巴黎的重机之旅，我要用飞行跟重机来完成这趟浪漫到不可思议的旅途。